年了吧。糯米磨成粉，染色我们这里都是用南瓜叶。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吃 Q 青团。Q 的是薯粉，薯粉做的，我们这个是生粉做的。以前都是家里做的，人家有时结婚，小孩子，把糖、母女谁可以用的呀？就是老人祝寿也可以做成寿桃的，也都有的。你怎么发现这个就是青团起源于南方吗？它在北方那边特别火。这个我不知道，两样的。